我为什么控制不住我自己？我是个懦夫，我是个软弱的人，我控制不了我的心跳，我的呼吸，我胡思乱想的大脑，还有我的触觉和我的嗅觉。这是什么味道？人，女人的味道。 1999年，我终于变成了人的样子。刚才刮的风停了，刚才下的雨也停了，现在只有你。 身上好烫，我烫的都快受不了了。快给我测一下体温，真的，我一定是生病了，我要吃药，我要不吃药，我肯定要死了。吃什么药啊？我就是你的药，来，来呀。 你为什么不抱我呢？我不治了，你弄死我吧！你弄死我，带我走。走。去山边，去水底，好，去云海里，好。只要你想去哪儿，我们都可以去。好。 许仙，你要带着姐姐去哪儿呀？姐姐，你真的要为了这个凡人，坏了我们上千年的修行？ 姐姐，我听说这人呢，很快就会死掉，就像是一朵花，三五天就枯了。可我们会永远活的。我不在乎生死，我只在乎他愿不愿意。我愿意，我当然愿意，我太愿意了。 人这种动物呀，什么都不会，就会说话，怎么能相信他们说的话呢？而且，他们长了腿，可是会跑的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啊？
我在干什么？姐姐，你看呀，他跑了。他怎么能跑呢？他跑了，我怎么办？不许跑！官人，娘子，你到底是人还是妖？我是人是妖，重要吗？是不敢，还是不怕了？不怕了。官人，娘子，不管历经千劫，只要爱过，只要爱过，我便死而无憾。喝酒了，明儿得演戏呢。那我坐你那边吧。你坐着吧。那你怎么能喝啊？你不要孩子了。这孩子还能要吗？我烟戒了，酒也戒了，怎么就不要孩子了？我觉得咱俩这样挺没劲的。怎么选这么个地儿啊？我坐哪儿啊？哎，小心，坐那儿吧。这么巧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小青让我10点半在码头等你们。别喝酒了，明儿还有最后一场呢。不喝酒我来干嘛呀？喝了酒，我怕你现原形。你是在内涵我吗？算是吧。你们怎么都不吃啊？都凉了。你不喝点儿？
哦，对，你俩要孩子，忘了。赶紧生啊！有时间我帮你俩带。你别帮我俩带了，你帮我生吧。哎，别。你俩多般配啊，我们俩凉了，没戏了。许仙还真是不容易，台上听我的，家里听你的。他是挺不容易的。你俩能别这样吗？行啊，一会儿把我放出去，你们俩慢慢喝，账我都结完了。不是，你俩是因为我吗？你能不能别这样？多难看啊，这就是工作，好好的行不行？这是工作吗？是啊。你把手机给我。给我。你别理他，又在作妖闹病。他不懂戏。还是我老公懂我，我不懂戏。你就是不懂戏。你喜欢戏吗？你还有完没完了？回回为了这点破事吵，那你要我怎么办？我干脆不演了，行不行啊？我说的是这事儿吗？我让你不演戏了吗？你这样我能演吗？我能怎么演啊？我是不是再做回跑龙套你就放心了，是吧？行，我不演了。你干嘛去？我热，你看你们俩多合适啊！我没见过比你们俩更作的人。就剩咱俩了，赶紧说点心里话吧，都不是气话。我决定了，不想做这份工作，我不想当演员了，也不想待这儿了，我走。别喝了，明儿还得演出呢。我想喝。明天最后一场了，
咱们都好好演。演完了，你别走，我走。你得干下去啊！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人。小青，老师，还有三分钟上场了。你好了吗？好了。那你快去。哎，台口等我啊。好。我在台口等你们啊，你们稍微快一点。该上场了。今儿你还没喝胖大海呢。谢了。妹妹来啦，姐姐来了就好。小静，该我们上场了。